这不年年就是变，那个年一天年年回一梳头，得整都得整整回得整整。我家上一次是刚消费的肉面，嗯，这次都消费太多了。俺是一个手变，一个手也可拽。那边现在俺家边上这都是连着锅了盖上，可拽。俺是变起来拽。你带盖饭带肉面，又一个光俺俩，俺俩有。你讲我他说的你塞过你，啊，你塞过我，你娘还能塞过你？我不塞，我离你差远了。你看你看你盖饭都快，你这小宝就娃娃一天给人捏捏起一桶来，到时候再捏呗。一句话都不清楚，有点生理了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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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也他那个瞌睡了，睡着了。不过这个汤包还行，哎，是这回事。汤包整不累，我还可会整你，整累了可不累。你自己整着你自己吃啊。嗯。看你这包。有一个好了，准备啊，对，嗯，光光的看，去学学学，哇，又整了一锅。妹妹，咱俩喝个吧。不走了。不走了。嗯。我喝点吧。我住家里，住外的，大外喝酒，大外说。不让你说了，赶紧弄，大外。你不准备要大外？再试试。妹妹，你喝完了。真饱。妹妹。来。不走了，没事在家呀，你在家呀。这玩意儿不干。嗯。妹妹，走了，哎，干了啊！嗯。哎呀，嗯，把我这个丢了，有酒也喝一个油啊！嗯。哼。我那有这个，我买的呀。啥时候买的？我今天。在家里多少人还买这个？城里那个一堆。大的、小的、中的都有。多少钱一个呢？两三块钱。几个一天？两块钱，今天还有一个。
不给你？不喜欢。不是四奶奶。你啥时候见过他奶奶？今天怪账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这跟你奶奶说呀？我奶奶，奶奶钱不够了，那个说一些账，一些话行吧？奶奶说，不了，那个15块钱也不用了，拐，不用了。说1块钱5块钱不用快，那你这里还换个奶奶呗？那明个了给你一次，你换个吧。啊，得了不能在这儿了啊！你还得为钱还收着收着垃圾还？哎呀，小黑子别笑了，真是。那你一年几天50元40元，你拿几天给人家换换东西来着？你这。